请等一下，现在还在会议询问的阶段，登记当然是按照没有冲突。我的才是就是我的风格哈，请尊重主席组织的这个风格。没有，我就是依照程序来做好吗？健保的一个支出。好 ，OK。这个建议很好哈。915亿了。那各位，我们再请这个卫生委员会，现在马上通知这个卫福部哈，看可以派最少看门次长上过来，请联络。你就可以来决定这么大的事情，马上没错，马上来，马上决定了。没错哈，我觉得吴秉睿说的最好，请最少次长以上过来。你说你不要，你不要用麦克风，你等他会议询问。你民主一点。然后我们本委员要来要程序发言，这是我们剥夺了本委员发言的权利。你也可以做会议询问嘛？你会议询问，我们再做程序嘛，一样样的。我们意思说，本委员不能用程序发言的，可以用麦克风，我们不能用麦克风。尊重民主一委员的了，这是请尊重民主一委员。上次三分钟，你为什么改成一分钟？来，你也没有经过会议的同意，对不起，自行裁决，请尊重。